迷你世界你一定不知道的事情，伙伴们，它是迷你世界中的爱丽丝，对吧？伙伴们，它有一只小兔子，它的一只小兔子变成了一个新皮肤，它变成了兔子先生拉比，对吧？伙伴们，就是它。伙伴们，它是迷你世界中的雪莉，它有一个小雪人，伙伴们，它把它的小雪人变成了一个新皮肤雪灵，对不对？伙伴们，有人说迷你世界中只有爱丽丝的兔子和雪莉的雪人变成了皮肤，错，只有他们两个。伙伴们，其实还有一个，你们知道吗？如果你不知道，请扣一个一。我告诉你，第三个会变成皮肤的宠物是哪一个？迷你世界里面的爱丽丝，伙伴们，她有一个大大的帽子，她的帽子里就有一只小黑猫，对吧？你们看，是一只可爱的小黑猫。伙伴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在未来，这只小黑猫就会变成一个金皮肤，你们看，变成了一个可爱的女生。伙伴们，她也是黑色的，对吧？她的名字叫黑猫尤娜。伙伴们，她就是第三个会变成皮肤的宠物，你们知道了吧？